浩兰传故事围绕赵秦两国，由90后上海姑娘海玲饰演的赵国公主公主雅，自小被骄纵，美艳高贵的外表之下隐藏狠毒暴戾的性格。由于同秦国的次子王孙莹二人相处8年，日久生情，一直渴望同对方成婚，但除了不获赵王批准之外，莹二人亦都多次拒绝公主的好意。直到二人爱上浩兰之后，公主雅更加心如刀割，不断设计加害浩兰。屡获挫折之后，公主雅认定既然付出的感情得不到结果，不如将一切亲手毁灭，充分演绎出爱情恐怖一面的极致女性。痛吗？你在监牢里面拒绝我的时候，我的心好像被针吉那么痛，但我的痛苦又有一种隐蔽的快乐，因为这种痛是你给我的。浩兰传中饰演赵国夫人兼公主雅亲生母亲的宁静，曾经和张国荣和刘德华在电影中合作过。今次在剧中，这位丽夫人掌管后宫，心机阴沉，手段狠辣，对用计谋保命的浩兰非常欣赏，从赵王手中收归己用。他默默观察众人的心计，看通每事的来龙去脉，同时对吕不韦欣赏提拔。但可惜世事变化无常，在一步一步的连环圈套当中，丽夫人永远鄙视走到绝路的敌人。你应该感谢我，是我发现到你先，就给你留个全先。你想杀我？吕少妇，是我要杀孰后苦咩？唔系，